盘杯有分神杯、硬杯、笑杯，还佫有一种叫做徛杯。若是出现徛杯，就是代表有大代志来发生。淡水三芝有一间八仙宫，今年连续出现了两个徛杯，头一个出的徛杯，佮即摆已经徛三个月了。俗语话伫咧讲，八仙过海，各店神通。这八仙是李托怪、汉钟离、张果老、卢洞宾、韩湘子、周国固、哪彩虎甲何仙姑。三芝八仙宫就是祭祀八仙的神灵。无论是三芝这个地方名，或者是这间八仙宫，拢是八仙神迹的故事。多加歇睏是袂歹啊，有美景，可惜无美酒，美中不足。哎呀，这唔较简单，只要请韩双柱公平啊，就当开花做酒啊，惊无美酒。不止爱有美酒，甚至咱更叫你当兵，用伊的宝剑下诏行动，也阁有叫何仙姑用伊的狐妖来做陪啊，你托怪。要你用你的葫芦来兑烧酒。问题是李洞宾迄个七天剑，要伫玄天上帝遐，还袂行转来啊！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降妖伏魔，金石可断。我就用这心中剑破石而断，了表示。出！青苗，过会当开花造酒，过会当数百亿来万物诸生，厉害厉害呀、啊！李仙长，你过奖了。虽然不知你里头怪葫芦会当普度众生，救世万民，我小小看看一个品啊，韩湘子，我来当甲你比呢。好啦，你卖个小波啦，饮酒。就先请。好酒，好酒，真正是好酒，确实是好酒。可惜，可惜那么配酒的菜。哎，咱八仙过海，甲王母娘娘作寿。王母娘娘哦，有送我三粒福禄寿的千年灵芝呀，啊，咱就甲摕来配酒嘛。福禄寿的三粒千年灵芝，就伫我的花篮内底，就伫遮。等一下，各位神友，这三粒灵芝各有其名。这发黄光的叫做福源乾坤，紫光的是甘露灵土，发红光的叫做万寿无疆。这三类灵芝是人间的极品，若是咱摕来做配酒，也唔得上无彩。福源乾坤不如无，甘露亨通犹如何？万寿无疆多烦恼，返璞归真修正果。咱大家拢是修道之人，一定成就。这灵芝啊，这人间虽然是讲是极品，但是对咱一点嘛都无用。
虽然讲这灵芝对咱是无路用，也毋过对世间的凡人来讲，伊确实非常有路用啦。这世间的凡人寿命有限，欲望确实无限。对，欲望愈大，烦恼就愈多。要换个心啦，咱八仙逐欲望做个修道转来，安尼心等叫一切聪明满心，你想安怎？这更加不可啊！凡间的人，甲咱的差别只是欲望而已。可是凡间的人，嘛拢无欲望，安尼就甲咱同款拢是做仙啊嘛！张哥了讲了真有理，就算咱要收下这欲望主，嘛无才调啊！莫讲凡人无才调，就算咱做仙的，嘛真歹控制，欲望会一直话。既然凡间的欲望主遐尼厉害，不如咱就请周国公用伊玉板施展仙术，给咱看一下即马凡间的玉皇啊！既然如此，咱就用道阵做起，窥探凡间。跟众生爱经历七苦八难，上解难以接受，就是痛苦。这拢是世间的痛苦，敢讲世间就拢无好代志？当然是有。久旱逢甘霖，他乡无故地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这我知啊，这就是凡人所讲的四大喜事。那呢，咱就来看卖，什么是久旱逢甘霖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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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他乡无故地，甲酒逢知己，有意激动讲奇妙。对，有酒通饮上好，酒啊上好。搁说落来，就是洞房花烛夜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哎，做够久啊！啊，即摆等我看你怎收起来。哎，这是限制级的，离同不离嘛。哼，我对先生到今嘛，已经过了百年嘞，我是袂大娘，我唔是离同啦。既然我无离同，就继续看。不可不可，这个玉皇子非常厉害，你也是莫阁继续。好，哎，吴东斌啊，你是袂甘要看人人间的夫妻咧恩爱？哦，莫怪啦，莫怪人咧凡间的夫妻哦，咧心说讲，你拢咧拆穿人的姻缘。你才怪，你讲的较差不多了，你怎么讲这个是？我会安尼死做，是因为我早就算到遐个翁仔某，因不得善的，为着避免因日后的痛苦，甚至是因的囝儿是生命对你痛苦，所以我唔才安尼死做。安尼是你帮助因杀鸡了断的缘呢？干嘛呢？你都乖，你同变，咱拢是仙呐，何必为着这条代志哦来冤家呢？啊，若讲来，就我继续看啊。你是安怎真爱看？我了解，这是因为吼，在咱八仙当中。你是生了上歹一个，所以吼，你才想要用偷看的来弥补一下，对不？吕洞宾啊，你皮咧就欠吧，你慢小心。你赶快，吕洞宾，咱拢是仙友，啊，凊彩讲讲就煞去啊，咱就去圣地。做个句啊，你上袂讲白话，你甲我做一下公亲，你讲，咱八仙内底是咪我上歹？我讲，
啊，唔系啊，我放弃啦。将来，你来讲好。我，你讲。我，对，韩将军，你讲。查甫看查甫未准啊！何成功，你查甫，你来讲上准。遐个风景哦，足水，我去看卖下吼。喂，好，好，那何成功姐姐，你等我。那啊，对啦，遐风景够水啦。遐风景，哎呀呀呀呀！喂，恁姐，哎。你放心啦，但是我吼一定会讲完才走。啊，咱八仙当中吼，除了何仙姑是查某以外，剩下七个查甫吼，那是去予凡间的女子选，你一定是第一名啦。是最后第一名啦。你这个臭女当兵啊！我你都怪以前嘛是比猫清醒，比你这个煞仙就更加缘投啦。那不是我灵魂出窍。我的徒弟哦，将我的肉身给烧掉，我嘛袂负心在这个败家去吃身上啦。韩松柱啊，啊是哦，咱这百姓内底哦，你上听我，上交朋友啦。唉，这哪彩好，记底是人够歹，连这块罗修三季的邻居拢未记得咋咋。我无，咱就甲收起来，继续看。唉，你偷怪啊！你看八仙早剩两仙，你还阁想要看？我等看一下也袂死啊啦！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啊，洗身躯阁穿一领衫，哎呦，莫紧脱掉，紧脱啊！是一个风水宝地，从古早就讲这会出风地，只是清朝的西太后看了不是色，就安尼派人来这要来拜地理、破地格。要那三支人有福气，拄到八仙伫咧送灵芝，今仔日要搬的这出戏，要让你了解三支历史一百年，三支人有骨气。三支不但出一个好地理，阁会出好人，做大代志。你大哥，你完走无？小子，紧甲我变进来啦！你安怎无？我安怎啦？我的手变啥色？啊！唉，先夹啊，先夹！玉皇子确实有影厉害，拢怪我起了凡心，我准备失去先夹，变成插头啦。这啊，你大哥有啊？李大哥，这三蕊千年的灵芝，敢还够了？灵芝对凡人造路用，对咱仙人啊是无效啦。好，既然是安尼事，我就将这三蕊千年的灵芝送给这个所在。哎呀，千年的灵芝先不，你哪有乌白蛋呐？我乌白蛋。哈哈哈！李大哥，我将灵芝等在此地，是因为我近年来算出此地将近发生三害，所以我将灵芝镇压，安尼嘛算功德一件。
三害，还是做三害啊？五行就转做三害，水流通，金变火，木化出三害。将军在这个所在会破坏灵气，危害百姓。大相主啊，你错了。我错。天道有灵有一定的规矩，你利用灵气定三害，啊，不过你无想到，你要哪样贪多灵气，这三害赶快发生啊！虽然你救了这卖百姓，啊，不过这害着以后的百姓，而且啊，这灵气也是要派人断去，恐惊会发生天灾跟灵。好，那我马上将灵气提倒转来。咩？因果已逝，即马就找倒来，也是袂赴啊！我即马已经变成安尼啊，我会发现哦，恐惊会消失。我大人讲，你也是先帮助我恢复神迹吧。唉，人非草木，焉能无咎？好，我就来斗三工。劫数，李大哥，真对不住，我无能为力。我变怎？我变怎？我有办法。敬拜出行，红泥安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李大哥，我无多甲你斗三工，只要送一箱灵仔银，就交予有缘人。那得到的人会甲你起庙吊拜，你受众人的香火，慢慢恢复神迹，你就当神班拜列。多谢韩相主，啊，不过这有缘人要倒找。大海渺渺然然，有缘人就在天边。啊！你要来干那大海哦？李大哥，我一时嘛不知要等倒位去。你若落海，我定着会做生机。啊！我跟你说一件。韩相主，慢着，慢。慢着，李大哥，你得较保重嘞。李大哥，我祝福你早日找到有缘人。韩相主，小心参见王表娘娘。你都怪，虽然起凡心，失去仙界，这是应该受的处罚。你不应该多以回仙界，而且你还将仙界千年的灵芝进入凡间，因果已逝，将造成人间贪乱生活，罪加一等。你可知罪？小心知罪。既然你知罪，就罚你降落人间，享受人生苦涩。小心遵令。李托怪起凡心破神格，韩相主也灵芝正因果，因为这三蕊千年的灵芝，要在这个所在生根叹叶。所以后来的人就将这个所在号名号作三芝。三芝这个所在，百姓拢靠掠鱼为生。也毋过冬天东北风那头，根本就无法度出海掠鱼。也毋过，毋知是千年灵芝的应用，或者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个时阵的三芝就会出现真多真多这个蛮灾。百姓就用靠号蛮灾来生活，天有命，命有悲。变成一尊三寸神明的李托怪，随着海涌的漂流，就安尼，跟着蛮灾来到三芝的海边。
喂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来看看。哇，这多钱！哇，这是好嘢啊！你哪里买的？行。哇！哇！哎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你唔知啊？我嘛唔知啊。敢若有写字呢？敬拜诸神，丰年安乐。这是神啊？这是什么神？不知，看无啊。凡是借钱，就是要拿这个神起庙的呢。这不知什么神，要起什么庙啦？你讲安尼是有理的。那不过，咱摕这钱，那无甲这尊神服侍的话，惊有报应呢。起庙，这钱就无存啊啦。我看，咱甲车转来厝内拜啦。这另一样啊，分做茶分。车转来厝内拜的人哦，都加分一分。你看咯。好啊，啊啥物事？我这尊神决定就好啊。可以决定。对啊。要哪决定啊？看起来，伊要对你哦，对我，头在你边，伊要对你唔才对。干呢？对啦，莫讲遐济啊，紧来紧，分钱，分钱。好、哦，来，分做三分，分做三分。妈，困到啦，妈紧来，我要死啊！啊，我冇要死啊！我冇要死啊！有必要？哎，这份我提走，一两份留予你啦。啊，这阵时呢？你提两份啊，当然你来拜啦。哎，我无要生啊，我要转来啦。我先走啊。喂，混蛋啦，混蛋啦！哎，啊，钱啥会做你走？啊，无义无。无你是啥物神啊？哪会生做安尼？韩湘子，时辰已到，投胎在此。难失性格，即阵啊，韩湘子又来你家投胎转世，李坤达变成韩湘子的老爸，唔知影安尼对因一家伙是一个气势，也是一个原罪。要那李坤达捡到神明无要拜，即阵啊，韩湘子过来引导转世投胎，这个家运到底是好也是歹？继续看落，你就知。
嘿，倒音律，趣味，咱来看嘛，怎么样？你要顾重要任务在身，这个变声的倒音律，无需要看啦。就是因为咱有业务在身，才了解一下这所在风土民情，方便咱完成任务嘛。啊，无得赶时间，看一下有啥要紧，去看麦。笑也真欢喜，请大家饮一下茶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我听人讲三枝出人才哦，即马看起来嘛是安尼尔。我听起来嘛普通普通，也无什么特别啊。行啦。稍等咧。拄仔恁两公爷话是啥物意思？无啥物意思。拄只听你的本品啊。技术是真好，啊！不过这品仔声内面只有电强、电响啊，杀鬼都无感无情，我感觉真可惜。这首曲调本来就带杀鬼，那有啥物唔对？你错啊！除了杀鬼，阁会有悲壮之心，阁慷慨之意。我看你一表人才，真有气质。所以才直接跟你讲的。吼，你真大的口气，卡算来真正有本事，无咱两个拼音律，你敢敢？这音律我是唔捌，剑术你捌无？你，少年啊，一山比一山高，我只是想要教你做人处事的道理尔。认真留一线，日后好好想看。讲几半步，原来是毋捌讲你，本少来该论讲你，你敢讲人生的大道理，讲一挂废话，我来踮咧遮甲你加讲话，浪费本少爷的时间嘛。假使讲你若想要啉茶，我会当请你。若要甲讲讲一挂五四三，上好是去边仔求亲。讲到这臭味，我来甲教死。哎，廖公公，小可代志，你着莫甲伊计较啊。我看这少年啊，面带吉祥，将来一定毋是一个普通人。嗯？啊，人讲三枝出红蝶，敢讲是伊？廖公公，你莫胡编乱造。伊的性格绝对毋是大富大贵，也毋是位高权重啊。见到安尼有什么吉祥？嗯，独克林间背龙棍，飞脱得到立仙界。这少年身风道骨，规身躯拢是仙杰，但是偏偏佫是一个普通人，真正奇怪。什么仙杰？
我看伊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唔知好歹的人，我早晚拢要甲咬死。廖公公，你唔免烦恼啦。这种人早晚会有人甲咬死，咱来走啦。淡水厅同知刘文本参见总兵大人，未知总兵大人代驾光临，请恕罪。免礼，请去。夏大人，老大人，这摆总兵大人北巡来个淡水厅，一路辛苦，你今日去穿一个较舒适的所在，予总兵大人通休困。是，小阿妈上去办。总兵大人，我是要甲你提醒，这摆太爷叫我早日招来，予你是希望你早一日找出传说中八仙子的檀香子，你三姊家所种的三蕊千年良子，唔是叫你来这佚佗的哦。廖公公，太爷的日子，我当然唔敢袂记哩。这件代志，你放心。我一定给伊办好。你敢无好办法？哼，我无办法。敢讲你有？哈哈哈！廖公公，若是你有办法，何必阁找我？迄毋是加麻烦。总兵大人，你安尼毋着伫耻笑我咯？哈哈哈！廖公公。你是太后身边的新北太监，阁是秘书，我哪会甲提笑你？只是我要甲廖公公提醒，太后吩咐咱做这件代志要秘密进行，袂用啊大胆公开来查，要办办得来。也毋过，太后逐天都伫眠房，讲这三蕊千年灵芝，一天一天大长，占着容易，情况是非常着急。这件代志我会负责，你唔免烦恼。李下多谢，李下多谢。少爷，你听啊，本领真正是好呢。是啊是啊，搁播阮听。唉，这本品啊根本就无虾米下嘛。卡叔公。你若袂晓分品啊，我教你安怎分。李公子，你是爱慢甲阮开啦，啊，你搁分一首给阮听。好啊，看你爱听什么款曲调，做恁尽管点，我就分予恁听。我分一首《红酒红》。红酒红，无问题，我分。哼，小查某，边仔幸运？哼，我是伊的未婚妻。恁无资格，赶紧走！两位姑娘，啊，老爷吼，再坐我这头啦哈！两位姑娘，你这两个查某吼，不是我咧爱讲，规工干拢甲我直调调，迄有够烦的。阿凤啊，刚才出面就甲我改位呢，啊，若无哦，即双甜袂煞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哦。出去，免到进来面头前讲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啊，若无我你约着，变到拢做无行情的。凭啥害我？哼！约着，你是来做过分的呢？既然秘密这本品啊，连销的，你敢知影阿伯和阿母哦，死计咧找你？哈？我阿爸甲阿母咧找我，找我要创啥？你搁甲我讲。你伫外口风流，欠一堆笑，即摆遐个债主哦，连恁兜咧偷笑啦！啊，无你是好啊，阿妹啦，细细念，欠钱哪有算啥？欠钱还钱尔？凭啥害我？你实在做超过，你实在是让我做失望的。你上够有超过，从上到下凭啥敢弄歹去？你实在你阿妈，你怕？哦，你这小子！
快点。看看麦啊。嘿，幺姐啊，你坐伫遐要创啥？无你是无看呀，我劈了派去啊！劈了派上好啦，哼！你哦，逐天敢若知影分批啦啦，敢讲你无别项代志通做哟？你是米虫哟！阿爸，甲分批有啥歹处哟？哎呀，我甲你讲啦。啊！你着吼负责赚钱，我负责开钱，去外面开遐个钱，嘛算替做一寡功德啊。做功德啊！哼，你看你个狗肉朋友伫外口饮酒开钱，做一个善财童子，这叫做做功德咯。我你滚蛋！为什么有你这了命囝嘞？真正有够衰！阿爸，莫气甲安尼啦，我若了尾仔，你着了尾仔爸，较注意哦。哦，你遐大可若气了到底，足危险的。阿爸，你爱知你遐的钱，也毋是你赚的啊，你伫海边啊捡的了。嘿，捡着是恁爸捡的，捡着就是恁爸呢。你有才调，你去捡。我甲你讲哦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伫外口客的时候。免笑是恁爸替你付一千银啦，阿爸，我跟你讲哦，钱袂要紧啦，迄钱哦后摆你嘛欠咧给我开，迄是早开甲晚开尔。啊，人伫咧讲哦，若财产开会着吼，叫做财产；啊，若开袂着，叫做遗产。钱是借过尔啦，钱只要人无带，安尼嘛袂歹。真正，予你这了命仔气死呢，哇！规日予你气死，我叫你，我惊你，拍予你死。哎呦，阿爸这是卖走，卖走！哎呦，买啦买啦！哎呦，滚啦！哎呦，阿爸，你哪里敢讲来去啦？哎呦，玉聪，我唔是要讲你啦，我是要把你这无路用的小弟啊！坤达啊，到有话好好啊讲啦，啊，囡仔拢大人大正啊，还佫用怕的？嘿，阿爸。好啊！你到底是安怎，那搁惹恁阿爸生气哈？哼，不是我咧爱讲，阮阿爸吼，可能将我当作是路边捡的别人生的啦，啊无就是老翻天。哼，你竟然敢安尼讲，讲你是路边捡，不是我亲生，你是要我甲气死就？你个死你！阿母，阿你安怎无？你莫甲伊生气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吼先等去房间休困，啊，就伫遐吼，我再甲伊讲，好无？局长，你是阿兄，你爱好好替我教示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阿母，你先去休困啦，好，再见。阿母，你去休困啦吼。哎呦，你哟，你哟，你是真超贵呢。我今仔日吼，要替阿爸阿母教死你啦！阿兄，你真是怕的累。啊，记着嘛好，唔紧爱。哦，哎呀，啊你该怕，你该死啦，真狗啦，该死啦，该怕，该怕。你敢笑不出来啊？我那是阿爸跟你讲哦，你是温室的呢，你吼你。阿兄。啊！你嘛真心实诶，迄阿爸阿母人就无伫个，搁嫁就无成啊，免搬啦。嗯，嗯，我记啊，啊，这毋是你的品啊，那变甲安尼生啦？变甲安尼生哦，哦，若要讲讲后下恰查某，看我甲一群查某咧耍，都起食醋，所以我的品啊才会歹去啦。食醋。你
来真介意秋风啊吼，啊无秋风，互你做无？我哪有啦？你莫安尼胡白讲好不好？其实我嘛知影讲，秋风伊介意的人是你呢。就对啊，阿兄甲你讲啦，秋风啊吼是个真好个查某囡仔呢，你毋要辜负人。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唉，介意是伊咧介意，我根本就无介意啦。阿兄，你爱知影呢？哈，秋风迄个查某赤白白。我若娶到伊吼，绝对拍甲离狗命。要甲你讲，阮两个对东仔头拍甲北仔尾，只好是莫做伙。恁哪会当讲这款话啦？阿兄，你莫遐古板好无？但你也毋是毋知影我的个性啊，我是无可能互管的啊。啊，我若娶阿凤仔做某，一个正规贴药单，叫做找死，我无爱。秋风啊，若是听到你安尼讲，一定会足艰苦的啦。哪有心哪有艰苦，阿兄，放心啦，有你伫个就好啊。阿凤啊吼，若是予你做某，我耳根就会当变较清净的。嗯，对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我来恭亲啊！我来恭亲。玉定啊，玉定啊！拢是我唔好，家你的品行用歹去。今嘛哦，我做一支新的予你，希望你莫受气。啊，问题是这品行空是要安怎用啦？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是韩小姐，十九年啊，我有救啊！哎呦，我哪会甲拉无去啦？阿达这是啥？我听我阿爸讲过，是我细汉的时阵，伊伫海边啊捡到一箱莲仔银，到即阵，箱仔内底写“敬拜出行，丰年安乐”。韩香珠啊，你连我都袂认呢，你去啥哟？嘿，这是海边捡的神，啊是安怎甲放伫咧遮？自从我阿母过身了后，我阿爸一直咧烧跋筊，伊就甲即阵哦，等伫咧遐，将来哦都毋捌拜过。特定实在太超过，两岸伊退去也毋起庙甲我借，佮甲我等咧壁边哦，等咧啊，我毋知靠讲伊阿爸偌济摆，佮伊讲毋通佮跋，啊伊拢哦听袂入耳咧，敢若是无听着我咧讲话啦。你是咧想啥？奇怪呢，这个神我甲看看，好亲像伫倒位，敢若捌看过。韩香珠，啊连我你都袂认呢，拢是你一个笨蛋。算连我银行人哦，也无写我的先号啦。啊，无紧甲伊讲我的先号啥物名？啊，一定是想着厝啊，投胎做了，所以我讲的话哦，伊拢无听。你是为了这来哦？无啦，啊，我靠啊，伊要甲我等咧原位啊！阿凤，我今日来是要讲亲情，你是来讲亲情的哦？是啊，阿凤，你敢不知有一人足介意你的，就是我的阿兄。阿凤，你是要叫阮阿兄无？叫互恁阿兄？是啊。叫人也袂歹呢，人故意，伊绝对甲你惜命命。啊，你若叫人遐做某，我叫你是阿嫂阿呢。你真欢喜的哦。你来啦！哎呦，那还歹啦！你来啦！哎，笑的。哎，星姐，你完啦无？阿爸。无啊，啊，我伫交警办事件，输到开裤底去用拍。啊！回来就去阮查囝举滴个阿公，敢讲我江海生就真正这么衰哦？阿爸，你莫搁跋啦！免得假友好啦。芳姐，
什么咧敬拜诸神，丰年安乐，根本就是你骗笑的嘛！你若真正这有灵有邪，那唔保庇我跋腰脚，赚大钱哈、啊！我哪会这衰啦？韩香主啊，替我解释这个假鬼。卖猜在什么神呐、啊？我今仔日吼有真大代志要甲你参详。韩香主，等我回复先进，我一定全力算账。对啊，是啥物重要的代志？敢讲恁老爸要摕钱借我？啥物借钱？直接给你就好啊。给我钱？嗯，拢免还。海生叔啊，是安尼啦。我今日要来讲亲情，因为阮大兄真介意阿凤啊，所以讲来借的钱呢，当作是聘金，当然嘛是免还。要给你阿兄，我唔答应啦。唔答应，当然嘛袂当答应。你若要答应，嘛袂有啊！海生叔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阿爸，是安怎会袂赴？阿凤啊，你爱原谅阿爸啊！阿爸跋脚输足提钱的，高不离三种哦，将你用一百两卖出去啊！阿爸，你笑袂着？你是甲卖去倒啦？袂去永春楼啦！啊！差一点，安尼你毋是做假哩？我袂去，我袂去啊！唔去嘛，袂用你啦！啊！做人我真水哦！哎！你毋是讲明仔甲要来娶人？你当作我戆啊？明仔载，明仔载恁查囡毋知走倒去啦！行！小弟，小弟嘞！人家带人回去哦，我问你，你欠我偌济钱？我替你小心。真歹势吼，阮是下骹手人，负责抓人的啦。你若要小心，去永春拿找村里啊，讲才对啦。呀！别跑！别跑！小姐，小姐，阿星姐，阿你实在，哎呦！阿啊，你原谅阿爸啊！拢是你。拢是你，下死搁牵拖啊厝边，跋手脚搁牵拖啊身，你是啊真狂！你这个不知什么事，你去死啊！啊，我总算会当出来外口。鸟啊，紧，紧出来去救人啊！紧出来去救人，啊那无我给你抓起啊，行鸟吧！叫阿赛，别！这先做个哦，挂家地有赛，实在是先落凡间比鸟起啊！人讲先人拍鼓有四次，脚步打叉啥人无？你先做，本来先得做好好，为着起凡念着离天道，拍落凡间受苦了。要拿这个海星啊，实在进无差不多。竟然将李先祖给等个冷冷个，连鸟啊都看伊无，一扑个放个面个放个嘟嘟好，这对李先祖实在有影无公道。哎呀，大姊妹，嘘，较细声嘞啦，阿爸甲母唔等个休困嘞，你遐大声要甲伊吵起来是吗？哎，大姊妹好啦，我嘛知影讲吼。是红伊无愿意嫁予我啦，啊！这我早就想到啊，哪有啥物了不起的？嗯，不是这呢，搁较严重哦，是海生姐将阿红卖去菜店的永春楼。是啊。你今天是要欢喜无？你刚出来嘛？总理大人，在。你村了总兵大人休困的所在，是这间哦。这个世间有多少查甫人未风流？正永春楼的名声通人知。有一句话在你讲：喜蝶菜花好卖出，永春晚迎也好买。若无来过这间永春楼，就等于无来淡水。老大人，小可替你安排一位在世的水姑娘，祝大人开菜入户，
步步高升啊！别见笑，都已经来啊！你搁烦恼这，咱来开一个眼界嘛好啊！同弟来，你好意，本官真感谢。同弟大人，你来呀！哎呦，同弟大人，欢迎哦，欢迎哦！春燕，同弟大人。哎呦，今仔日加两个人客赶来啊！哎，两个唔是啥物人哦？就是台湾总兵刘明鼎刘大人。哎呦，大明鼎鼎，大明鼎刘大人啊！失敬失敬，欢迎欢迎。哎，另外一位啥？这位是太后的新北太监廖公公。公公。行去医院哦。娘，先讲太监袂用行去医院，你阁讲，我嘴就甲你封起来。春姨啊，饭会当加食，话袂使乱讲，免惊啰嗦，出来房间。是是。哎，啊恁两个徛到要第一死地顶点哦，也唔见得人客哦，坐里面地哦遐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叫你准备表总兵大人的在席录，你传好未？在席的，哈，当临时临了，我免留一个时间通去找啦。我唔是有叫人将江海生迄查某囝江秋凤掠来遮卖你，听讲身都真水，而且是在席的。你是讲秋凤啊？无唔对啦，因老爸是有代带来遮卖我啦。又唔过，伫遮规矩我都还袂代讲咧，我惊哦，伊唔肯。大人，你去房间等下呢。你怎么敢讲不肯？这罐好哩。这啥？这罐好吃嘞，有无问题啊？春药。安怎？吃我所讲的去做，也若无我将这个应春老板封起来。加班啊！房间内面的图，确实文雅嘞，真正袂歹。我看起来嘛无什么了不起啊。当然无什么了不起，像这么爽的图，免来见证的。台湾是一个未开发的所在，拢全一挂凡夫俗子，免来当到文学素养的北京人比嘞。哎呀，你大爷，你太甜蜜啊！哎呦，你来了。大人啊，阿公美女哦，都伫门窗顶咧等你呢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啊，水，那是水，还佫有一种无底比的灵气。嗯，老大人，你有愿意吼？那阮是熟下，就放心咯。啊，这姑娘是哪困去？大人啊，也毋捌见过世面的查某囡仔吼，啉几杯啊烧酒，安尼较袂歹势啦。春妮，春妮，春妮，啊，无代无事啊，大细声。你有得李公主甲因大兄来大厅，讲要找你，叫你马上出去。迄是阮这间店的大客户啦，来这要找小姐来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春姨，我看那不是，那来讨人。啊，囡仔人，有影无嘴，你乱讲啥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，小问题尔，我有法度通解决啦。歹势哦，我先出来一下。
你是玉帝少爷，可你今日来阮店里，你是要想要送什么呀？我昨天在你准备。挑清楚，马上将江秋风人家交出来。要找秋风啊？啊，秋风啊，今日拄啊好无闲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看你爱什么人哦，我帮忙你找出来。阮家嘛是有彩虹啊、米虹啊、大虹、小虹，看你要爱倒一个水在你拣啦。好啊啦，什么风我拢无爱，我只爱一个江秋风。秋风啊，哎呦，啊，都在你讲伊都无闲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明天哦，你才较早来嘞，我才带你拜头一个，哈。啊，你是好阿妹啦，你臭人听无信，我要伫江秋风，听清楚，今日本少爷是要替伊赎身，你也知哦。江秋风甲你无同款，伊毋是脚骚查某。你足好大胆嘞，你敢为着秋风倒神嘞？安怎？神你阁是安怎想？我怕青怕白怕你是南山的啦。假使你今日无乖乖将人交出来，我著马上去告官。到时阵你人抓厝顶，鸡仔叫来甲无半只，你永存人要是要甲我开？哎呦！哎呦！好啊，这拄啊好呀。阮秋华今吼，拄啊好甲官府的大人伫咧斗阵。亲像你这款了不起个，我伫永春啦，我王阿春哦，看伤济啊啦！我替你警告，你过去当恁家，迄个骗仔个来去蒙骗，分死人去上山头啦！莫来我永春啦哦，你影响我的人客，广告、卡证。哎，你是在六点？哼！春丽啦，是你啦，阮兄弟仔吼，不是超过来乱的，我真是要去找秋风，你让我去你啦！别来去！不，你这摆去嘛无路用啦。我听听这摆秋风哦，已经叫大林困去，那是伫咧做官，你其他人袂去。到时阵，你会死甲真歹看。啊！你死唔得！来人啊！破啦！破啦！输啊！你怎么来啊？你怎么来啊？破！你怎么来啊？你破！到了！哎呀！阿助理，这是慢啊，这是慢行走。阿助理，卖菜，点点看。什么杜九人间飞龙棍，飞脱得到一仙界。老明丁，你是得真条白，我就趁这个机会，不要你威风尽扫落地。先做做修仙剑，要韩相处嘛降落凡尘。老明顶方明要毁掉三枝，要三枝带来什么款的灾难？你家是安怎会遭受灭门？如咱的李托怪先做，只干那是一块插头人啊！伊是要安怎化解三枝的劫煞？各位师长兼我听的好朋友，咱即阵罗兰神祖来伫个世间来体会咱人的疾苦，所以有来拜就有补赎。师长兼我听的好朋友，你敢知影咱也是咧过初啦、新年生啦，还是过年啦，咱的门道上拢会挂八仙菜。为什么挂八仙菜呢？大家拢知影有好事嘛。也毋过由来你毋知对无？阿祖也无了解。也毋过当阮咧讲八仙菜，还佫伫个八仙宫做，讲到咱这个滋味，实在是人真阿萨哩，做人佫真趣味，佫真会做好代志。伊讲我知我知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讲来。我送恁八仙菜，我讲无喏，敢若送阮台湾剧院就无啥物，讲无喏，所有看台湾剧院的人总送。我讲哇，那代志大条，因为看台湾剧院的人太侪了。伊讲不要紧啊，不要紧。我讲几啊万人嘞，伊听者讲，啊无咱
来敬一部分的人，所以要安怎敬呢？因此阿祖就讲想一个，较简单的啦，真困难的简单啦，就是讲，恁若要会着讲，咱即出戏伫倒位啊做，罗兰先做是伫倒位啊罗兰的，啊，这个地号名写出来，你就知影嘛，两字嘛，啊，到咱片头都有写，大家嘛会了解，咱配着甲寄来台北邮政8166号信箱，台湾吉安收。抽到的咱最后的四级报员，就会来抽这个名单。我相信，希望咱这个足有气魄的主委，你送甲一个上好送两百个啊，伊讲无问题。所以你做你寄来寄来，只要你要会着讲这个地号名，我们就把这个八仙菜送给你。甚至于在这个戏，有对这个八仙菜由来有做相当的解释。